就是也想让姐姐拿一次第一，所以我们也是很拼尽全力的，一定要赢下她。好的，两队有什么要对对方说的吗？I'm sorry first. Go! Oh! 好搞笑啊。好的，舞台交给两支队伍。一种默契和经验，妹妹真的这场排得太好了，很精致，然后跟音乐的方式又很高级，太有经验了。然后各种点子，然后在对方跳的时候也是，我的目光没有办法从杨丞琳组那边挪开。好的，所有的观众评审支持 Proud Mom 请投橙黄色毛巾，支持杨丞琳主理人的限定厂牌请投绿色毛巾。 Judges 3, 2, 1 5-1， 裁判判罚直接决出胜负，观众投票不计入分数。恭喜杨丞琳主理人限定厂牌再积3分，很猛很猛。凶不凶？凶。第二轮我觉得是陈琳和男生之间的那个双人的那个段落，在那几个 pose 转身的那几下是我觉得是很惊喜的。 Made in V 真的很高级，铺垫展示然后技巧
然后攻击性都有，并且在那个音乐上面去做文章，去玩那个音乐，我觉得这非常厉害。反倒是 Prodigy 那边就会有一点松散，感觉非常的不齐，感觉有点松懈掉。对，其实就是心里一个表，比如说在画面上、技巧的一些组合上、整齐的舞蹈的部分，再加上其他综合下来，你会发现杨丞琳这边他所选的打勾项会多于韩国这边，所以我给到他们的一个赢。今天跟 battle 真的是，我感觉真的让我瞠目结舌。我觉得陈琳姐，你们这一组的整个气场，感觉已经把整个这个摄影棚的顶都已经掀翻了，太精彩、太刺激、太帅了。这次也是让我看到陈琳姐以及你的厂牌们相互支棱到最后，就是我要赢的这个决心。今天我有看到，我有看到你的野心，特别厉害。然后我们这边姐姐们其实真的两个字，质感，就真的太好了。包括你们的面部表情以及你们的状态，其实今天我非常喜欢。这边的姐姐也是好厉害，因为他们 crew battle 的动作好多，好难，好密，就是很厉害。然后我很喜欢那个他们那个最后那个跑的那个跑步的那个。对我来说，陈琳姐的那个双人舞的那个动作很难的。因为我也很多次这样，然后我这样的时候他没有力量的话很容易会这样，男生也会这样子的。对，但是陈琳姐很控制那种身体，这个是很难。而且我看你们在跳的时候，我也那种的感觉。我觉得很精彩，特别好。对，因为之前我们也看过，就是街头女战士真的很强，所以我们这一次的 crew battle， 然后也是编的，包括动作，然后还有招，这些都会，相比前面的 crew battle 会再紧密一点。对，然后我们每一次 crew battle， 我就感觉我们每个人好像在工地里面打工。对，然后我们也。在排练的过程当中觉得男人很重要。对，我特别想 cue 那个陈笑老师，其实女生也很厉害，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做招，不需要男人。做练牙展示一下。好的，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技术评审的意见。叶音老师，其实第一场我觉得这边的服装其实有点可惜，是吃掉了很多动作，会显得动作看不太清。对，然后到第二轮的时候，陈琳姐这边特别好的是你们的服装和你们的道具的搭配都是在音乐上也是非常的加分，而且整体的视觉也是把你们整个气势都会拉起来，并且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你们所有的编排的创意和画面还有情绪，很棒。谢谢叶音老师。想要先问一下杨丞琳主演，手上这个是你提到的周边吗？其实这个样呢，当然就是有青春的意思，然后这个谐音就是样，也是我的杨丞琳的杨，虽然拼音不同。然后 MT 就是 Made in V 还有 Triple S， 然后 MT 在游戏里面是坦克的意思，然后这是皇冠嘛，当然就期许我们有机会夺冠的那种意思。我们这次是非常想赢的，特别想赢，因为我们之前的比赛啊什么的，然后那个基本上就差一点点就能拿到一个第一，因为我们很想给姐姐，想让姐姐当一次第一。对，所以我们今天全力以赴。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比较勇敢，还有一个就像涛涛昨天说的，就是不确定性这件事。但是我们知道对手他们是非常厉害的，我们也不确定他们会拿出什么武风来应战，所以这种不确定也是确实会让我们更觉得我们要把自己能力范围内能做的事情把它尽量的做到极致，
然后我们其实这一次做到一点很好的，就是我真的认为我们15个人都是享受舞台的。嗯，谢谢，谢谢杨丞琳主理人。我真的想说谢谢了不起舞社，因为真的有很多国内外我很喜欢的 dancer， 我只能看视频看到的人，我现在能近距离看他们跳舞，就是特别是看完日本的老师们还有韩国老师们跳完之后，我真的会意识到自己有很多不足，然后就是我想要更多的学习，然后证明我们也不差，加油中国舞者们。